每次都有人问我们去挖砖，怕不怕遇到蛇？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人嘛，穷你都不怕了，蛇它就是个屁。今天是木挖淘金年了，今天来挖杆松，找一找这边的这个杆松。这一棵还挺老烂，不过好像很松动，带不了土球。先不看这个，这边，这边以前被人家挖了一棵。哎呀，这，这个头，这头还不错，有一点点弯度，不算很好。有点弯度，不算很好。这个头有个瘤，弯弯。这边还有，这边的，这个太多杆了，这个四五条杆，这头还不错，这头看起来。但是这个杆太多，这也不能用。这里有一个大丛林，这丛林我就不想砍了，下面再看一下。这里，哎呀，这也是一个小丛林，都是这种丛林中。我最不喜欢搞的就是这种丛林中，这棵呢就很一般。如果能挖的话，就这一棵了。很清楚一点啊，这个也不能挖。这个虽然这一条有点过度，这个有点过度，有点弯，但是三杆，这三条杆分的不漂亮。咦，这条掰了，这条也能掰，剩下一条，剩下这一条也普普通通，就不要它。哎，宁缺毋滥了。太烂太差了，不想要。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大师傅挖吧。哇哇哇，挖一轮哦，好大的土球，这土球挖的好漂亮。这土球有它的头那么光，都搞多的更光。哎，给它冷修掉了，给它冷修了。这个临水漂的还是很漂亮的，那边的这个也能留。过条麻油的，过条啊。麻油哪条高菜？过条了吗？过条。顶条哪条来着？啊，真不错，它这个板头也够大，板头这个头应该有个八九公分，杆五六公分。九公分、十公分，还有八个公分吧，哪个人要少？这边呢，刚才看了一下，没什么好的了。等下等他绑好这棵，我们再去找其他的。我们又来到这边了。现在淘金莲开花还是挺多的，这个花是淘金莲。不是杜鹃，淘金莲。好多人又问淘金莲是什么？淘金莲就是淘金莲了。这边好多杆松，看到没有？又发现宝地了，一大片了。这往上都是，不过看着好像就不漂亮了。还有哪个梁？这个应该是被烧过的，如果也没用。这个多不多？这个都是烧过的。淘金莲、杆松，这个真的好多了。
所以如果想玩这个的大哥呢，一定要搞一些好一点的桩，不要买那些那种普通货色，没意义的，太多了。它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少，但是有的地方你看这山漫山遍野，好多。这上面又全部都是，一直往那边走都是。再开一个，看一看有没有好的。这种货就是被火烧过又出来的，那好小。这种真的，起码还要个十年八年没被火烧的话才会有好的。这个真的不值得搞。往回走了，那边不值得走。小山松，这是应该是油松，像这种直直的都是油松，可以割松油的。这种应该在这一两年就会被人割松油了，这么大就会开始割。往回走啦。这里这一棵是乌桕，这种叫山乌桕，还有一种乌桕呢，那叶子是那种心形的。山乌桕的叶子没有普通那种乌桕的好看，乌桕也可以拿来做盆景了，也有人拿来做盆景，只不过乌桕木它那个毛毛虫会特别多。我都退了。在这里看到一棵杆松，这个杆松呢，这个是被人家掰了这一条了，还剩下一条，整体的装修还不错，应该是以前被人家掰的啊。这个是哪个大哥掰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挖回去了。如果是你的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保证不还给你。这个还有一个坨坨的，一个坨坨。挖出来了，带有土球，这土球还是很大，要把它搞小一点。哎，好帅了！今天这段时间一直下雨，这个土好湿啊。带土球还好，带好了。我这样把这个搞好，然后再把它绑绳子，这个稍微给它放斜一点来种，挺好的，就不斜也挺好看的，还是好，可以可以，挺不错，有个坨坨。很好，非常漂亮。要说刚才那颗可能不是挖钻的捡的，说得过去，但是这一颗肯定是挖钻老捡了，捡得多平整了。哇，这个一条是出去，哎，我又帮你挖了啊，你要是看到了就跟我说一声啊。挖起来了，又带土球。这个坨挺好的，一个直杆带一个漂，这个被人家捡了啊。大哥谢谢你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搞好了啊，我这个里面有一个绳子绑住，外面再包保鲜膜。以前就有很多人呢就搞不懂为什么我要先绑绳子再包保鲜膜。那如果是直接包保鲜膜可不可以？也是可以的。你要是自己挖回到家里面自己就种，那你直接包保鲜膜可以。你拿回家这一点点路程呢一般它都不会散。但是像我这些很多都要卖的，都要经过快递的。我有这个绳子绑住的话，这个土呢它才能有这个保证。我挖了这么久带土球的这个装啊，只要是有绳子的基本就没有说在快递过程中会把这个土球搞散了。但是如果你是单单包个保鲜膜的话，这个就很难说了。想要成为率高
必须要保证这个土球是不松动的，原封不动的，这个才会有不错的这个成功率的。好了，又搞定一颗，今天就搞了两颗。这些地方呢也没有太多好东西了，因为人家挖过了，这个都是人家捡的啊，我们可能就要差不多回去了。啊，这边挖一颗，这个挺扭挺弯的，过渡也挺好，视频可能看得不太清，但是过渡还是很好的，大小过渡飘枝挺好，但是它这个泥看起来也是不好带土球的。这个季节砍松不带土球有点难种了，如果还早一两个月到还好一点，现在太热了。哎，我们在这边等一等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货。这一颗我的，这个是大师的，这还有几颗不带土球的，那里他还拿了一颗，就这么多啊，还有一颗刚才在山上呢，一共四颗带土球的，还有几颗不带土球的，一天的收获就这么多。